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又是最后再去寻找我想要黎明之前，总有一段时间特别黑，你要悄悄努力，惊艳所有人。最简单的美好，见到你的一秒，一颗心为你扑通扑通的狂跳。你让我忘记烦恼，记住你的微笑，每一天只想在你身边围绕。最浪漫的美好，和你一起变老，一辈子紧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Yeah.